欢迎我们的圣诞礼物。大家好，姐夫，欢迎大家的女生的大家的姐夫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拉。圣诞那一天，哦耶哦耶，转眼就这一天，哦耶哦耶。圣诞节都是我有点伤心啊，伤心的日子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年我们的圣诞节的嘉宾是是俊玲姐姐哦，对，哇，那应该伤心了，没错。那一年是我收过最棒的圣诞礼物，没错。那一年呢，怪兽玛莎石头罐用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拥抱，爱的抱抱，那个是有专有名词的，而且绝版。大家的女神现在变成大家的。姐夫的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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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算要抱的话，今天就算有来，你也就是抱抱，他没有爱的，没有爱的抱抱，绝版了。这是谁？今年的圣诞节，你想要和谁一起过呢？许个心愿吧。你想要有点 man 的。你还希望是个五个人的组合？你也希望主唱是未婚？好的，通通送给你。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圣诞礼物。大家好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让欢迎大家的女生的大家的姐夫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拉，谢谢。我刚刚也算是间接的抱抱了，间接的我可以。很开心来到桃园 ，Merry Christmas， 谢谢。那个姐夫刚才吓一跳，因为这个影片姐姐在录的时候，姐夫不知道，姐夫不知道啊。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哦。喂，害羞。那年的圣诞节，我害羞。那今天是圣诞节 ，Yes， 有没有准备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全场的25000个朋友们呢？有啊。OK， 爱的爸爸。耶！有爱有爱有爱是有爱，哎，提莫吉伊呢 ？Exactly the second， 掌声鼓励，方浪兄弟 second。Last Christmas I give you my heart，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ive it away。Someone special.